咁都系嗰只，我睇下先。我终于可以入去。咁样，见佢讲到咁，都系进入第七章啦。只不过佢系都要我等两日，佢终于可以入得去，我先至正式系话俾你听进入第七章。好，睇下先，小游戏，做咩死死地咁？再俾嘢食佢。再氹，一氹。好，跟住又咪应该要诶武器添，有咩 upgrade 啊？网枪，睇下先，我最后呢、這个。好星霸掉咁耐，我以为咁耐嘅，呢、這个好似未见过，系咪？系咪因为升到最高级嘅武器，所以系解锁咗新嘅画面？点解会变咗铁像啊？哇！你有好严重嘅遗祸感啊！可望远望，虽然我承认嗰啲武器好好用，我都装住先咯。榴弹发射，呢支可以整。但呢支就算整咗都仲争运冇先可以整得到，整咯呢个热切，要仲用装呢个定系装？唔知话说佢头先讲到好似，如果我落去确认会有事发生，定我唔好落去住咪得？追击枪咧，追击枪就仲系争素材。呢、這个争三个毒囊，仲有呢个气发电器官，好妙理之声，因为要去买牧场啊农场，又想玩啲牧场类嘅游戏。OK， 呢啲啊。你未收得嘅 ，OK， 我全部杂草，使唔使种翻啲？我11977可以升一升。唔系，我主要系讲升一升嗰啲啊 ，I 大法嘅唔睇我，哦，装多啲嘢。好啊，但好似反而装唔到咁多，唔紧要。空气瓶都仲可以升埋啲，好就咁。咁点咧？我而家去。直接落水，系啦，个意大利，个二品对决啫，基本上系，我一开始啲嘢已经齐晒。有咩？有黑鱼叉头，唉，装住先。睇住有长尾鲨，冇咩？哎呀，只哎呀，错，其实直接挥死啦。
冇嘢嘅。年假就冇啦。咁我 level one 嘅都差唔多几多嘢出，系是但。同埋我要嗰种，我直头有啲想扮得。同你交替，即系其实系咯，再打啲鲨鱼又唔系冇嘅，不过又唔系特别有动力拣先。好，算啦，咁我哋直奔啲比较目标嘅南极章鱼啊，鼠鲨系咪鼠鲨好似？咦，唔记得有咩原因，好似想捉啲鼠鲨，又好似冇乜理由。唔理啦，系我呢个好似争个腿骨，你估吐系惨啦。偷骨唉，算啦，照执。仲想整追击枪咩？榴弹枪又可以用得着。看慢方向都知。试过咁有趣，即刻测试下。喂，即刻测试下先。哎，咁都俾你撞到埋，真系当佢网球咁拍到一飞埋飞出去。有啲氧气可以呼吸下喺呢度。咁有冇只脚跪埋你啊？哇！真系咬得到呢个位。OK。
一扫场人最啱啦，我二零，我当系拆咗佢先。拆出呢啲，令啲散碎片可以有用，应该有啩。你好似未拎到手电筒啊？呢个应该啊。系咯，谂谂下，其实我啲目标主要都系冰。冰河區域，早啲直接飛落去咪算咯。闪电雷弹发射，系同我呢支一样咯，系闪电系，不过系威力仲低啲，咁梗唔制啦，系咪迟早可能都会整翻摆玩啊？但系咁样交换好似冇着数，话两个，OK 啊，换埋佢咯。个窗都唔使开，又黑晒嗰啲大雨。冇怪，先呢边算啦，直接落冰河区域。